喂，Hello， 我依家翻屋企， 我点样翻屋企？ 搭电车， 你睇， 电车嚟啦， 上电车， 电车， 有暗疮， 电车好快， 可以要捉住扶手， 还有3个站就到啦， 2个站， 还有1个站就到啦。 好，到啦， 落车， 落车， 跟住转巴士。 依家我等巴士， 巴士嚟啦， 上车， 巴士好快， 同好摇， 摇， 所以要睡觉， 如果不睡觉， 会呕。 还有3个站就到， 2个站， 1个站， 到啦， 我落车， 落车， 好， 现在走去搭火车， 走走走走， 现在等火车， 吃东西， 火车到啦， 上了车啦， 好， 就回到家啦， 我走多2步 就回到家啦。 好， 回到家， 无奖问答游戏， No prize quiz， 我今日由哪里回 家呢？ A 美国， B 保加利亚， C 印度， D 唔知边度。嗯，系美国、保加利亚、印度定系唔知边度呢？ 快啲 comment 话我听，拜拜。